今天我们接来一个医院的 Gage 系统，然后它是两台 Linux 服务器做的双机热备，一台弹柜做的 Oracle 的 Rock， 它由于管理员误操作导致数据库丢失了，它把其中的一个卷给隔了。Oracle 的架构是 ASM 架构，其中有三个卷组成的 ASM，有一个卷被工作人员误操作给得了，然后现在整个医院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。我们争分夺秒，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，现在已经数据 OK 了，数据现在给它导出做个备份，一会儿客户就来把服务器取走了。整个工作过程还算比较顺利，为客户解决了问题。